迎收看2019年4月7号温哥华巨星舞台生活点滴，我是主持人 Tommy， 我是 Betty。 今天我们会带来很有趣还能赚点小外快的信息。首先您需要拍一个15秒的短视频，然后结合以下4个主题，最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就很有可能获得500元的加币奖金哦。这4个主题是汉服、健身、美妆、服装。这个线上的活动由6派社团主办，温哥华巨星舞台艺术学院协办，征稿时间为4月1日至4月30日。信息我都知道，但是视频只有15秒，怎么可以把它们合起来呢？大家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和 Betty 一样的烦恼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几个 demo 仅供参考。看完 demo， 我觉得拍摄还挺容易的，我现在灵感超多，我要去拍摄，拜拜。哎，你等我，别走啊！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